黄晓明《我爱妻娶走 baby》，小逼成夫妻感动落泪。不管后果是什么，都会有娶 baby。如果有的话，肯定会告诉大家。说过肯定不会隐婚了。小 B 真的说到做到，37岁黄晓明今天公开结婚证，宣布跟26岁的 baby 已成夫妻。举行那一刻，两人都感动到哭了。网友也目击他们现身小明家乡青岛民政局注册结婚，注册日期就选在5月27号，阿不就是我爱妻哦。小明真的很浪漫。我真的想跟所有的朋友说，不用送结婚礼物了。我们为什么可能在国内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朋友能够来起来方便。小 B 预定先在新岛举办家庭餐会，10月在上海展览馆举办世纪婚礼，将宴请3000名宾客。回顾两人2009年传出恋情后，当时打死不认。我们是一个希望把感情放在自己心里边的人，不希望把它拿出来。之后尽管在电影《激吻》，但面对媒体仍是硬到不行。去年 baby 生日，小明不仅送上跑车，还把内心的感情全端给大家看。这一年更是进行一个无限放闪的动作。他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，就是我想要一辈子去保护的那个人。我愿意去为他，好了，不说，我愿意去为他挡箭，当他的垃圾桶，当他的暖手宝。那宝宝 ，baby， 你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吗？还蛮感动的。据了解 ，baby 肚里还没有 baby， 不过小明的爸妈都急着抱孙，婚后会赶快拼做人，挺鬼浪嘞。反正我的 baby 是一定要生 baby。不倒。